惊涛啊，我们之间是一场误会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难怪你和京北都成了共产党，共产党就是好，有共产党给我做主，我冯媚就。 终于改嫁了，哥，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今年我入党纪念日那天。 我就要和显红结婚了，在我大喜的日子，我会在梦里等着你。哥，你要来，咱兄弟俩，我喝杯酒，一定要来，我等着你，哥。 气势汹汹，势在必夺呀！但是，他们还是低估了我们奔驰地的力量。经过一年的发展和巩固，我们衡量根据地已经是今非昔比。当然，敌人是有备而来，但不管他几路而来，我们只要集中兵力打他一路，擒贼擒。 首先打垮来势凶猛的李廷云独立旅，我们要粉碎敌人六路军，关键是打垮李廷云。师长，大家先讨论一下作战方案。警卫，你来一下。 这么说，陈征夫准备战场起义？对，这是他通过我们的交通站刚刚送来的消息。建梅，亲兵对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已经开到了韩龙园。如果亲兵对起义成功，就等于在李廷云心窝子里狠狠地插了一刀。静美，你对亲兵队比较熟悉，你认为把握如何？ 我并不乐观。哦，你来谈谈。卓然，你对征夫是了解的，他这个人性急心粗，每遇大事往往仓促出手，而以李廷云狡诈的性情，对红八爷不可能没有防范。况且，实际掌控亲兵队的并不是他这个队长，而是李英姑。亲兵队起义，如果对做李英姑的工作尚无把握， 弄不好就是胎死腹中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不错，这也是我担心的。可是以征夫的性情判断，清白，恐怕他已经是箭在弦上了。既然亲兵对起义势在必行，那我索性过去一趟。你有多大把握？
那边会发生什么情况，眼下还无法预测。但不管咋说，一旦出现问题，政府那儿我肯定能助上一臂。毕竟，亲兵对起义是攸关战局的大事，起义如果成功，李廷云万劫不复。我去一趟，值。 我同意，金北，你这一去等于是虎口拔须，你可别让老虎给吞了。亲兵队还没人能吃了我，放心吧。我可提醒你，3天以后就是你的入党纪念日，这是我们两个结婚的好日子。我再啥话都不说了。 就算是为了我，你这个新郎官必须活着回来。向红，这话我最爱听了。我发誓，我廖京北要不把你娶做婆姨，我绝不去见马克思。记住啊，3天以后，你这个新娘子一定要打扮得漂亮点。还是这个时间，还是这个地点，我一定会来娶你。走了。 3天以后，等着我。3天以后，我在这儿等着你，我等着你。 一个地势险峻的洛源口，可谓进退有余啊！叶郎，哎，咱们把队伍从这里拉出去，他李廷云肯定束手无策。你去通知咱们的人，咱们今天午夜起义，请英队投奔苏区。队长，这件事你和英母姐谈好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已经约好了，跟他在海龙苑的那口大钟底下单独见面。我必须要跟他摊牌了。可他要是不同意呢？ 那你咋？他不同意，你就把他杀了。不，我最多会把他控制起来，但我绝不会杀了他。那他要是把你杀了呢？你放心，这些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绝不会给他下手的机会。林浪，你这就回去，通知弟兄们全都准备好，咱们午夜行动。是。走。 红八爷，我李廷云到了你亲兵队，你竟然毫不知情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亲兵队还是我李廷云的。你在我的鼓掌之中啊，老弟。哎，你看，你心里有鬼这句话，我早就给你挑明过。可你呢，藏着鬼竟敢还闹我？哎，你个倔驴！我。 别走，别走！快点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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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改，谈了没有？除了宁郎，都在这儿了。老弟啊，这些个野驴，我早就想毙他几个。可我李提宁是大哥呀，这亲亲的弟兄下不了手，咋办？哎，你告诉我，按照你们共产党的章法来，叛贼该不该杀？放了他们！要杀杀我陈振富！不怕死啊？气我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你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太自负。你以为亲兵队的天下就是你的了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，你的这帮死党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。哎，你们听着，不管是谁，现在你们只要当着洪八爷的面枪毙一个叛匪，你就还是我李庭筠亲亲的弟兄。想活命就这，听懂了没有？住手！哥，你住手！别揉啊，千万别揉。哎呀，难过得很。谁是哥的人？还有想活命的没有啊？出来！卫兵，老强，看，就是他了。李庭筠，你有本事，你自己来！哎，还是亲亲的弟兄吗？
你们听着，不管是谁，不杀陈正富，兵不厌诈，你知道吗？闭嘴！哥，闭嘴！大战在即，竟然临阵造反，多狠呐！一旦火气消强，我李廷云将是全军遭殃啊！这帮狼毒的叛贼，他必须死。 这叫天理不容！哥，看他没死份上，你饶他一命吧。我李云国替他保证，他服了，你就借他个包子弹，他也绝对再也不敢了。哥，你饶了他，他一定知道知恩图报。 你给我站起来！哥，没人要杀了你！ 我一定杀了你，李天云！英国，我杀了你的红八爷，你恨不得把我给撕了。这真是亲人变仇人了。李天云，我一定杀了你，李天云！妹子，你来不及了。 哥知道，有你在，哥的身后不但多了一支黑枪，而且亲兵对反水那是迟早的事儿。所以，妹子，你得死。亲人一旦变成仇人，天诛啊！妹子。 廖京北，李廷云，苍天有眼，毒手下的太狠了。廖京北，你这是赶上了啊！等我一刀！等我一刀！谁动我打死谁！把枪都放下！放下！ 亲兵队的弟兄们，你们这是想杀死自己的大哥吗？来，开枪吧！来，往这儿打！拉杆子开是跟着我的，血水里一旦淌过来了，来吧，开枪！哪个狼似的想宰了我？大哥，我成全你！来啊，开枪！来，开枪吧！来。 都不许动！都不许动！英国，妹子杀哥不易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！李廷云，我刚才说过，你毒手下的太重了。 你到底想咋？你告诉我，这支亲兵队从拉杆子开始跟着你的老弟兄，还剩下几个？咋？你200多老弟兄，现在就剩下不到50人了吧？没错。那些人呢？都战死了？吃粮当兵。
沙场效命，这是分内的事儿。那你呢？我咋？他们沙场效命的时候，你这位儒将躲在哪儿啊？民国17年，你为了和梁贵章争夺地盘，仅烽火岭一战，你的老弟兄就战死了73人。战败之后，你竟然又以斩马谡为名，枪毙了7人，无一例外，都是跟你淌过血的老弟兄，对吧？你这是恶毒的挑唆，李廷云。我在亲兵队当队长的时候，你这个笑面虎，我就仔细的了解过。你所有的劣迹，都是你的老弟兄亲口告诉我。这位亲亲的大哥，只要是你的老弟兄，他就心中有数。假如我现在要打死你，我肯定没有一个人会为你叫屈。廖经纬，这喊龙园周围都是我的部队，你打死我，你也得死。那咱就一起死。你敢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从刀尖上走过来的，跟我斗狠，踢，你怕远喽？行，既然你有这股子心劲，咱俩就较量较量。是斗狠吗？那口大钟，心里不抖就能撞响的。只要你连续10次撞出了真正的钟音，10声之后，我站在这让你打死。反之，我撞响它，我打死你。Thank you.
李庭筠，亲兵队我带走了，咱俩战场上见。 把咱好日子给搅和了，我廖京北隔着河也能娶你。
1935年2月，陕甘红军与陕北红军统一为西北红军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，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创建了可靠的落脚点。毛泽东评价为：陕北是两点，一个是落脚点，一个是出发点。上公啊，这个老同志看起来有点眼熟啊。这位老人是陵园的吗？首长，他曾经也是陕甘红军的一员，搞不清当年犯了什么错误，被组织开除了党籍。他是自愿来守护陵园的。哦，老同志。老同志，这个老汉有点耳聋，您给他说话得大声一些。老同志，老同志，你叫啥名字？我们好像见过啊。你叫啥名字？听不见了。啊，我啊。我叫季英天，我是1925年的党员呢。
Thank you.
着哭。